等介紹一個 lady 嘅 casual 款，係啦，一個好搶眼嘅一個 lace， 咁佢係比較立體少少嘅個 layer lace 嘅 layer 做得好靚，成個形態啦，咁喺膊位啦，前面呢一個咧都有一個半珍珠嘅一個釘鈕設計，咁我呢個都有嘅，咁係呢個白色嘅 lace 襯托咗粒白色嘅珍珠。咁當然其實兩個個顏色都好出嘅，因為嗰個對比度都好大。咁啊，黑底配白 lace 啦，白雪白色嘅cotton 配咗個實黑色嘅 lace 咁樣。咁係一個你見到都幾寬鬆嘅設計嚟嘅。咁喺側邊就有個開叉。咁咧呢個款我自己就覺得可以襯到我而家呢一個 skinny 啦，或者襯得再型格啲。呢、這個就少少，我而家呢一個咧就係最穩陣、最穩陣嘅造型，咁就襯 skinny， 咁就襯呢一種嘅紳士鞋款，可以做翻 lady 啲嘅 style 啦。咁如果你話唔係喎，想做翻即係 sporty 啲、casual 啲嘅，咁我而家亦都換緊呢一個波鞋，係啦，咁都可以做得 casual 啲嘅配搭。不過我自己覺得即係 lady 少少得嚟，隨意啲嘅感覺，好似襯呢一個會比較適合，因為呢個可能真係太。我自己覺得，因為呢個款雖然佢係比較 oversize 嘅 T 鬆身嘅，咁但係你呢、這、一個即係成個設計個重點真係喺個 lace 度，咁始終都係會偏向 lady 少少嘅感覺，咁所以襯翻同樣地係帶翻 casual 效果而有 lady 少少嘅一個懶佬紳士鞋，咁都可以融合到成個嘅風格。